另外一个小问题呢，就是这个耳机有点不是很好放到。另外一个小问题呢，就是这个耳机不是很好的放到。另外一个小问题呢，就是这个耳机不是很好的放到盒子里面，它有时候会因为。另外一个小问题呢，就是这个耳机不是很好。另外一个小问题，这个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耳机不是。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耳机有时不是很好的放进盒子里面，因为它前面有一个细胶，有的时候会撞到旁边，然后让它卡住放不进去。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充电盒的盖子有点，我觉得有点太塑胶了。还有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，还有另外一个小问题，还有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耳机的前面细胶有点。还有另外一个小问题，就是这个耳机前面有一个细胶，所以放回盒子里面有的时候会卡住，不是很好放到盒子里面，需要有一点小技巧。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盒子，我每一次使用，我都觉得这个盒子的盖子呢，有一点太廉价的感觉，就它有点太轻了，有点像是一个破烂塑胶一样，就是一个很廉价的塑胶啦。我希望如果它有一个比较扎实的，像是 AirPods 那种比较扎实的盖子，我觉得会效果更好。